阿奇哥，安昌当铺的王掌柜要见您。当铺，当铺不是五爷在管吗？啊，这位是安昌当铺的王掌柜。余少爷好。你好，请坐。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前一阵子我收到了一枚戒指。昨天我把一批满了档期的金银首饰拿出来，想清理一下，按规矩处理掉，发现有一枚戒指有些不同寻常，我想请余少爷看一看，是不是我多心了？这枚戒指是谁来当的？余少爷，你也知道，当票上从来都是只写钱款数目，不写客人名字的，所以客人到底是谁，我也说不上来。那伙计呢？有印象吗？他隐约记得是个年轻的女子。当票都开好了，又舍不得戒指，硬是要回去，又多看了一眼。当铺在哪里？现在带我去。啊，好。哦，对了，这件事不要跟别人说，你也是。好的，我们走。好，我明白。来当这枚戒指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记不太清了，没仔细看她的脸，就记得是个女的，挺年轻的。你再想想看，那个人是不是大大的眼睛，两边还有酒窝？这个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柜台太高，每天来当东西的人那么多，我也是回忆了半天才想起来是个女的来当的这个戒指，因为她很舍不得，又拿回去摸了很久。那他后来来赎过这个戒指吗？没有，一般来当东西的人，十有八九是没有钱来赎的。那他有没有说住在哪里？还有你们在记录上有没有什么记号？李先生，当票存根上从来不记这些的。不过，既然他能来这个典当行，应该住的离这里不远。老板，我想问您一下，这里用人吗？老板，您再好好想一想，什么拖地啊、洗碗啊，什么脏活我都能干的。阿奇哥，房东在里面。送给你的。我不要。这是很小很小的礼物。我那天看到你的头发总是掉下来，我想，你大概缺一把梳子。可是我是不收人家东西的，尤其是捉弄我的人。那，就算是我给你的小奖励，那天你帮助李贵包扎，他还想让我谢谢你呢。不要。好，你要是不收下，我就不帮你写信。那好吧，请坐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坐，出去吧。其实我只想问几个问题。你到底想问什么呀？在这几个月里面，有单身的姑娘住过吗？个头跟您差不多，眼睛大大的。哎呦，我的年轻少爷呀，我这里啊，从来不住那单身的姑娘。哎，我怕那单。
单身的女子啊，是暗门子，弄脏了我这地方，所以我这里啊全都租给男的。可是我打听过了，有人看到曾经有个姑娘在你这里出入。哦，你说的是她呀？她呀是我们这儿的一个房客的老婆，那个男的呀姓刘，是个做学问的啊。那女的呀是姓刘的后来讨的媳妇儿，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。哎呦，他们小夫妻俩呀感情特别好，那个女的呀还打着个肚子，哪像你们说的是什么姑娘啊。她现在在哪里？哦，那男的出国念书了，这女的我倒不知道，可能回娘家生孩子去了吧。生孩子？阿奇，新妈妈。哟，又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？嗯，啊，真香！还是阿奇细心，总记得我爱吃什么。怎么了？愁眉不展的？有什么心事吗？说了怕惹您生气。哼，你这个小东西。你还少惹我生气了。我是想问，小月桂怎么样了？后来就没有再见过她。那个小月桂，她好像早就离开上海了吧？回乡下了。嗯，大概是吧。阿奇，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吧。小月桂虽然没有和长爷拜完堂，但她毕竟是长夜的女人啊，你明白吗？师爷，师爷，师爷，哟，师爷啊，您来了。总得有点改变吧。师爷，我要是做错什么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告诉我。没事，你是会长，大事小情你自己决定。请。慢点，您坐。你送给我的文件和账簿我都看过了，可是有很多账目都不清楚，对不上。是，不过这也很正常，因为长爷死得突然，所以有些事情难以搞清楚，比如一些房契和对方的经手人就不是很清楚。这我也明白，可是账目这个东西要是不清楚的话会出乱子的。嗯，我会慢慢查清楚，你不必担心。师爷，啊，我不喝洋酒，这可是很好的法国葡萄酒，你应该尝尝。嗯，好好。怎么样？嗯，的确是好酒。我那儿还有一箱，改天让阿九给你送到府上。哎呀，太客气了吧，不必了，我也喝不惯。师爷，以后面上的走动会增加，您还是应该学会喝洋酒。好，好。我发现我们浦江商会所有的产业和产权都不太清楚，换句话说，
就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资本运作，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发展。这是产业的习惯，我们不和政府、军队以及洋人合股。是的，以前这么做是明智的，可是时代在变，对吗？哦，我们浦江商会最早是一个类似于青英帮的帮派组织，虽然后来改头换面，由帮派变成了商会，但真正的工作模式其实还是帮派的模式。你比如说那个万盛米行就是个典型，我们在他们那儿有30%的股份，可是他们的老板却是我们的会众，所以我们收取利润的一半，也就是说我们对他们拥有影响力。比如说上次长野对皇都军的那次行动，一声令下他们参加了罢市。是的，在这个典型的例子中，联系我们跟万盛米行老板刘万盛之间完全是个人情感，也就是说他哪天要是不愿意了，随时可以改投别人门下。刘万盛从他爷爷那辈儿就是浦江商会的会众，长爷帮了他很大的忙，他们一家是感恩戴德的。可是这么做不保险也不科学。黄爷的意思是我们必须把浦江商会变成真正的商会，真正用资本来影响和控制下边的公司和店铺。要这样做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呢，所以我们要合作，跟别人合作出资。比如洋人的钱。你看，比如这个项目，大世界剧院的改造工程，我打算跟法兰西银行合股，买下大世界的大部分股份。还有这个，哈同即将完成的南京路的永安大厦，我打算开一家全中国最大、最豪华的百货公司，跟美国人合作，专门卖洋货。黄爷，市民有很多人抵制洋货，他们不会一直这么下去，他们会转变的。会吗？是耶，中国的未来不在自己怎么发展，大清国发展了几百年，结果是越来越腐败。民国了，上台的是什么人？袁世凯，结果还不如清政府呢。中国的未来在于怎么学习和引进洋人的经验，比如日本。日本50年前的日本跟满清政府那是完全没法比，可是自从1860年明治维新开始，日本人全面跟洋人合作，结果怎么样？甲午战争就是证明。我明白了。到时候怎么做，黄爷请告诉我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请说。我们内部的管理太混乱了，下面的各个堂口，之前就写个条子，个人也一样，像三爷、五爷他们，想之前就之前，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。您是说应该发薪水。从你我开始，三爷、五爷以及于其阳、何力乃至下面各个堂口的老大，这样的中间层都应该采用薪水制度，用于个人开销，其他的钱一律不能从商会支出。哎呀，三爷、五爷他们会有意见。是啊，所以师爷，我希望你能去给他们做做工作，开始肯定不习惯，慢慢会好的。好，好，黄爷的意思，我一定照办。动作快点，
别磨磨蹭蹭的。三爷，您来了。嗯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四行仓库要有事儿，您把我给毙了。你小子少跟我来这套。哎，最近新会长要求的严，可别给我惹事儿啊。哼，今天早上还派人来了呢，要什么账簿，我跟他们说了，我大勇的脑袋就是账簿，要账簿拿去。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别老来这混的。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我不怕他们，今儿早上我一脚就把他们踹出去了。好，没事，我走了。三爷，你慢走，别给我惹事儿啊。您放心，三儿，带人把货检查一下，看码子齐不齐，别又像上次那样半夜里垮下来。好，我就去。黄爷荣升华董是我们浦江商会的一大幸事，今天这桌酒席就是黄爷执意要安排在一品楼的，一是为了节约开支，二是为了来看看新妈妈。大家举杯为黄爷荣升华董干杯。哎，我能荣升华董仰仗的是浦江商会还有长野在上海滩的影响，把商会做大做强是长野对我也是对在座各位的寄托。来，我敬各位一杯。来，拜托了。好好好，来。黄爷，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节约开支，我只关心四行仓库我那批货。对不住，我忙。新老板，四行仓库。哎，老三，老三，听我说呀。行行行，老三这个脾气啊是改不了了。来，我们干杯。来，三位爷，自从长爷去世以后啊，我这身体就一直不太好，是我不能多陪了，请三位爷给我一个面子。今天既然是在我一品楼请客，这顿酒席我新黛玉个人请了。哎，不不不，新妈妈，你完全没必要这么做。既然规矩立下了，就必须照章执行。再说了，这一品楼也是商会的产业，我新黛玉理应照办。李玉，照顾新老板。新妈妈可真是个烈性女子啊，难怪一品楼被她经营得井井有条。新老板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性格，他要是个男人呢，真不知他会发展成什么样子。啊，马齐了啊。都给我停下，停下，别装了。有什么事吗？这里归你管啊。对，这儿我说了算。那你说说这里面装的什么？都是棉布，一共两批，一批运江阴，一批运常州。真的只是棉布？当然了，那边有货单，你自己看啊。哪个运违禁物品的会自己写啊？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你上上海打听打听，我们浦江商会的四行仓库什么时候来过检查的？废话少说，我们是租界巡捕，你们会长和工部局新签的令，欢迎我们抽查货物，检查违禁物。把这包拿下来。是是。这是什么？鸦片。好啊，你们居然偷运鸦片。我怎么知道这儿有鸦片？你现在当然说不知道了，
这么多鸦片，让你做十年牢都不嫌多。我不知道你玩了什么花样，也不知道这鸦片从哪儿来的。现在你说什么都没有用，跟我到局里走一趟，到局里说清楚。我去找三爷。不用了，这件事我自己解决。走吧，快点。怎么着，要把我关起来啊？要审快审啊！哪有那么快？进来就好好待着吧。进去。师爷让我带些燕窝补品给您，您看，他还是很在意您的。这太阳从哪边出来了？他怎么会关心起我来了？真是难得啊！西妈妈，账本。好，你们俩都去吧。好。这是什么？账本儿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个黄会长让我们下面的各个堂口、公司、店铺把所有的账簿都交上去，说什么要清查账目，再改革呗。我们也是。哎，那以后到您这儿来吃饭，我们要交钱喽。只要我辛黛玉在这儿一天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改变我一品楼的规矩。西妈妈，您还是那个脾气。师爷说了，黄佩玉当会长是长爷的意思，让我们都支持他。师爷，哼，那是个老糊涂。长爷刚刚走，他都急急火火的把这个毛头小伙子抬出来，还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哎，这是一朝君子一朝臣。西妈妈，别这么说嘛，也许黄爷是对的。做样子谁不会呀？大勇的事情你知道了？我刚跟三爷谈过了，大勇这事儿说不清楚，还是换个人管四行仓库吧。真换？是大勇干的也罢，是租界诬陷也罢，大勇平时大大咧咧，江湖气太重，换个人也好。可是我跟三爷已经谈过了，你就不用管了。好。黄世宗，我已经把他控制住了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放他走。放他走？嗯。哦，我明白，跟着他钓大鱼。不，让他走，你不用管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告诉黄世宗，想要命的话就逃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。那你不打算追查真凶了？是，真凶已经被黄爷打死了，我不想了。邹震天他不一定是真凶，这里边有文章的。可能吧，但是我现在不感兴趣了。师爷，你变了。长爷才刚死，你就推举黄佩玉，还跟着他查账，查东查西的，下面的兄弟都寒心得很。你知道兄弟们都怎么说你吗？现在好不容易有了长爷死的线索，你不去管？我不明白。你出去！你现在已经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了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我是浦江商会的师爷，我不是长爷的师爷。我想怎么样，我不想怎么样，我只想让商会活下去。我不明白，我从小到大，长爷、你、五爷、三爷、新妈妈，你们教会我很多东西，义气、规矩，什么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。但是长爷死了以后，你们所有人都变了。啊，你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，你走。
但是你要记住，要照我说的话办。丫头，等你嫁给了我，咱们就搬到山里住几天，过两天清静的日子。你要是觉得冷清了，咱们就搬回上海住几天。你站在永安大厦的楼顶上，整个上海滩都在你眼皮底下，信吗？施主有话说。啊，皇爷，您回来了。啊。怎么约我出来又不说话了？我心里在想，要是新妈妈知道了我们在一起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新妈妈鼓励我们交往啊。是吗？我看她是鼓励一品楼的人笼络我是真的。那你还出来跟我见面？我也是一个人。很累吗？嗯。因为青英帮的人？哼，他们先让他们快活两天，过两年我再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上海滩的老大。说真心话，长野死了，本来我也要离开的，可是没想到长野把这么重的担子交在了我的身上。还说风凉话，有多少人想坐这个位子，你不要交了呀。是，我也是男人，男人很难拒绝权力的诱惑。
青云，离新妈妈远一点，不要跟她说太多。为什么？新妈妈对我很好的。不为什么。我跟她天天见面，远不到哪儿去。那就不要再跟她见面了。小衣柜，老板还没忙完啊。老板，对不起，今天盘子有些多了，我马上就洗完。我知道耽误您锁门了。没事没事，你别着急啊。我马上就洗完了。小衣柜，当初担心你大着肚子什么活都干不了，没想到你这么勤快。老板，我要是再不勤快一些，怎么对得起您给我那份工钱呢？哦，对了，说到工钱，这是这个月的工钱，你拿好。谢谢老板。小月桂，你看你这肚子越来越大了，要不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了，别累坏了身子。老板，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这两天店里生意这么忙，我明天一大早还是要来的啊。当真不要紧？真的没关系。好吧，那你明天不要太早来，像你这样的已经不多见了，生完孩子我还用你。啊，谢谢老板。饭都来了，饿坏了吧？来，来来，今天的饭够多了啊！大家不要急，来，来菜，来，不要着急啊！来，把你的碗拿给我，来，谢谢，菜来，好，大家不要抢啊！来来来来，给我来，好了，下一个来。来给我，好，来。来，好了啊，好了。真香。啊！啊！坐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说真话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按你的意思把黄世宗放了，让他走了。我不喜欢说谎，相不相信是你的事。阿七，真不是你做的。不是我。阿七，我相信你。还有，我跟黄爷商量了，你原来一直贴身跟着常爷，现在常爷没了，应该给你个位置。
由你来担任浦江商会监理一职，你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对面，小马跟着你。那我应该感谢你的提拔。是的，你应该的。于少爷在这儿呢。青云，好几天没看见你了，是不是又病了？头发又乱了。到我房里坐会儿吧，我弹琴给你听。青云，不用了，我是来看新妈妈的，马上就得走。瞧你，一副得了相思病的样子。他人都已经走了，难道你的魂儿也要跟他去吗？阿七哥，我一直在这儿等你，难道你就看不到我吗？谁呀？新妈妈，是我。睡了。庆云来了，来来。过来，坐。这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急事吗？啊，新妈妈，黄佩玉已经决定为我赎身了。是吗？哎，别哭别哭，傻孩子。有人为你赎身，是好事，应该高兴才对。想起来，你们一个一个都要离开我，我这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儿。新妈妈，我也很难过，我会经常回来看你。他怎么说？他要娶你吗？住的地方已经找好了，我也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他对我好就够了。是啊，只要他好好待你，你们俩能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好。新妈妈，以后我要是想你该怎么办呢？我会在适当的机会下让何丽去给他当司机，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事儿，你就跟他说，他会回来告诉我的啊。谢谢新妈妈。